刚才看到主人，人知影会面子袂过腰尾，你不是我饲你这只狗破白狗，饲到你狗主人。范叔夫人，你莫生气，小少爷怎啊甲命令，我根本都袂晓。那十个孙，我唔是故意。你可能变袂过，无需要讲遐尔多啦。今日我予你看见阮金龙标叫，无得上异地，因为老妻子，我就予你笑我母。叫嘛？什么东西？你若当作无事人哈、啊，我相信你坐在这个所在，绝对听到伊心里处。啊，你有啥物怕说？哎，因两个人从细汉拢袂闹要紧，这小弟莫大做啊。我小弟大嫂，这番话你讲会当出嘴啊？啊，囡仔冤家冤冤的，啊，大事咱就讲化小嘛。你又别到我头壳顶啊啦！太岁头上点大土，叫我原谅，做袂到啊？做会到啊？啊，无你啥会拍算要安怎？我爱你，家己跑出去。袂用。士兵自细汉，但坏到大汉，伊也无做过唔对的所在，只是伊甲随从。两个人意见阁袂合，你着何必甲伊赶出去呢？已经你存志气啊，你知无啦？你写写讲讲，就是咧替伊咧辩解啦。那安尼看去啦，你就是暗算要互伊继续留，你怎啊忍心甲我坐过面？我爱看我，我爱参我就对啦。真小可代志，莫惹大事。好，既然今日这桩代志你无要解决，袂要紧。水了，阿母，阿母误会啊啦，自从表舅教互你老爸了。起码是固定啊，无需要老母甲伊斗相共啊啦，所以哦，伊目睭内底拢无老母的存在。阿母好吧，无办法为你做主，这间厝咱唔通过大大，啊无继续大吼，无依无靠啊。搬出来了。阿母带你咱离家出走啦。小等你。也无。怕啥？一定都爱安尼做嘛。当然是一定爱安尼死做。甲你讲一个坦白啦，从今开始，表舅无母子，都无伊随便啦，全归做无啦，啊来做啊来做啦。好，好，你边仔坐，我来处理。阿你唔得，较差不多，阿我先坐。随便。关叔，你听我解释。你唔免解释，我看你真清楚。是因你从细汉到大汉，关主安怎看你安怎教，你拢唔要听话。要过，我会甲你讲一句实在：金龙标局无你的用处，老年日子志在孙，爸母一直无看，我也是防坑水兵你。离开金龙庙局，随便相看。我无应该安尼做，
我明天要给我关锁，我跪在你的面头前，我求你别挂我，你让我到今日不要叫好。水兵，你进去啦。我不来啦。你进来啦。水兵，你别来。水兵，阿弟，你还是出什么？阿弟啊，不是你叫我落药。我叫我离开金龙庙，叫你要安怎？水兵，你放心，阿爹还是你好家的。水兵，你听阿爹一句话，我要你离开金龙庙叫。电脑白你，啊爱我离开叫，你等我。水兵，这是你的责任，你即时把我离开金龙庙叫。你叫我出头啊！你死！我一定爱你去。好，随便就听老爸你的话，但随便，你要离开正正，伊会记阿爹甲你交代一句话：如果你随便也无成功，一天我不准你甲大日金龙标叫一个号。我知了，关上随便。真感谢你，这十几年来你的车用得栽培，到我身边的家伙，你拄只做无唔对，但你是在舒服。我若委屈做只扫路仔，我永远就袂出头。我听你的话，我离开金龙标局，真好。也唔过要做我进前，有啥代事要拜托？有啥物代事做你讲？我随便想，我担心的是本阿弟啊，已经有悔啊，工课我都做真多，我随便来走，我要求金龙标给我老公我对他。水兵，你这里弄清，你老爹的代志，应该我的心上，我该跟他亲像兄弟，我会来照顾，多谢阿弟啊。水兵。今日的天气已经冷了，随便阿嫂会很衫啊。阿弟啊，你来保重你的身体。随便，你出门在外，你家己都要细意。阿弟啊，叫我都照顾我阿弟。你放心，赶紧去，赶紧去。好，四号无错，我就出来去。快走，快走，我这么欢迎你，靠再靠。阿弟啊！你保重啊，阿弟啊，叫你保重。你出来了了，阿姨啊，我唔愿意啦。那即马咱的宝贝囝，上一个遐尔严重，我赶紧来去找，请迄个孙英杰阿杰师来甲伊医。